节这天，欧阳娜娜举办音乐会。依照惯例，欧阳家大大小小事情都能成为新闻，不免俗。我们娜娜当然也是。那头上的痘痘今天有消了？没有啊，你们没看到没消。其实那天就是，我觉得这个好像也被写成新闻，自己也是蛮讶异的。小记者，我也觉得讶异啊，谁没青春，谁没长过痘呢？我是最近有了一个新的绰号，是他给我取的。还是烂脸娃娃吗？对，烂脸娃娃。可是我怎么觉得是你皮肤比较不好啊？彩排过程中，娜娜的表演礼服也刚好送到，烂脸娃娃换上衣服变烂脸洋娃娃啦。